较不好，要小心。好好好，今天有点没送。你是这么冷还？主人不要他了，确定不会再带回去。他当着他主人的面咬死他们家的狗，然后还咬喂他的费用，什么全部都咬，有创伤就对了。好，他从小养到大，哎，那么应该是他是怕的人，你看一段讲起来，对，我先过去看。他去洗澡。阿达，对，来了。有啊，我们会先来。看不对劲，你要跟我们讲。好，对，我们都会确认。我们会先看，就是伤口干了，我们才会带回来。这样，他只是后续还是要再麻烦你们观察。他脚，他的脚是不是对的？对，前几天我们想说奇怪，怎么都不见。哎，啊，他那，你把它弄掉了吗？弄掉了。用我的电话跟我讲。好好，因为我看到了，不要再让他们生了。我十年下来，这边都清光了，是哈，对，没有什么木头。我也打算是过年后来给他解灾，我还问过人家说去哪边解灾。我帮你省钱呐，啊，你们好好照顾他。好，谢谢你嘞。你有没有哪一刻觉得说老子不要再做了？随时，就还是会啊，可是就会觉得，就是可能现在愿意做的人就是这么少，如果再少一个人就更没有人愿意做了，所以就还是会默默继续做。不过现在有比较好一点啊，因为之前像前几年就真的会觉得做得很灰心，就是我们一直抓，然后收容所一直就还是会抓去杀，但现在至少现在政府各个地方政府新北台北桃园那些的，就是他们比较愿意用比较好的方式去处理流浪动物的话，现在就会觉得稍微有一线曙